欢迎您加入 Alameda Alliance for Health 计划。我们希望 Alliance 的计划成员充分利用其健康保险计划。Alliance 计划的所有新成员都将收到一套欢迎邮件，其中含有以下资料：一份承保项目说明书，用于说明您的福利待遇。您的福利待遇是指保险计划将为您支付的服务。一张 Alliance 计划成员证，在接受医疗或处方配药服务时，您需要出示此证。一份列有1700多位计划服务提供者的 Alliance 服务提供者通讯录，他们的地址、所讲的语言及其他资讯。服务网络包括医生、医院、药房及其他医疗服务提供者。若您对健康保险计划有疑问或需获得服务，我们设有专为您服务的计划成员服务处，他们可向您说明您的福利待遇，安排口译员，并协助解决其他问题。为了获得医疗服务，您需选择一位主诊医生、 PCP 或本计划网络内的社区诊所。若您的 Alliance 计划成员证上列明 Alliance Doctor、 Alliance 医生，则您需致电本计划以选择医生或诊所。若您需要选择医生或诊所，请在服务提供者通讯录中查找本计划网络内服务提供者清单，浏览我们的网站或致电联络。您的主要医疗服务提供者即为您的主诊医生，此医生将为您转诊专科医师服务，并开聚化验或 X 光透视医嘱。若您未在本计划网络内选择任何医生或诊所，则由我们为您指定。若您对自己的医生不满意，请立即致电通知。新计划成员应在加入 Alliance 计划后3个月内与其主要医疗服务提供者预约一次基本健康检查。此健康检查有助于医生了解您的情况，也有助于您了解医生。 Alliance 计划成员可获得以下福利待遇：常规医疗服务，例如健康检查和体检；专科医生转诊，例如心脏病学家或足科医生；住院治疗和紧急医疗服务；免费口译服务；以及医疗门诊赴约、往返交通服务。您还将收到计划成员简报，并有机会参与健康教育计划，以协助您戒烟、保持更健康的饮食习惯等等。我们希望您对自己的健康保险计划感到满意。若您不满意，请与本计划联络，我们将协助您提出申诉或投诉，以及上诉，若有必要。Alliance 希望您获得满意的医疗服务，因此，请切记以下提示：当您接受医疗或处方配药服务时，应出示 Alliance 计划成员证及带相片的身份证，询问如何在非办公时间与医生联络，这有助于您避免去急诊室就医。若您的 Alliance 计划成员证内容有误，请与我们联络。若您的电话号码或地址已更改，请致电计划成员服务处。若任何福利变化会对您造成影响，我们则需与您联络。切记 ，Alliance 计划成员服务处专为计划成员服务。若您需要任何帮助，请致电联络。您可透过此电话号码或网站联络 Alameda Alliance for Health， 关心本计划的成员，为您提供可靠的医疗服务以及您可信赖的服务。